大美诗书画，笔墨中国风。大家好，欢迎收看诗书画，我是曹可凡。今天啊，是我国的传统佳节端午节，在这里呢，请允许我代表诗书画节目组的全体成员祝大家节日快乐。端午节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么端午两个字啊，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来做一个解释。端就有开端初始的含义，古人纪年用天干地支法，按地支推算，五月呢也称为五月，所以得名端午。端午节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所以呢又称重五，再加上五是阳数，端午的时候呢又艳阳高照，所以还有端阳的别称。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很多说法，首先从自然时令上来说，五月初五呢已经进入了夏天，同时古人认为这一天阳气最重，草药的药性呢也最强，所以啊要在这一天采药存药，还要插艾蒿木兰汤，喝雄黄酒来去病驱邪。那么到了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在这一天抱石投江，以身殉国，使端午节增添了追思高洁之士的内涵和强烈的爱国情怀。所以呢，大家不要小看端午节的每一个习俗，因为在他们的背后呢，都蕴含着古人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高尚人格的赞美。那今天就让我们跟着诗人陆游一起去感受一下南宋时端午节的热烈气氛。乙卯重五诗，南宋陆游。重五山村好，流花忽已繁。粽包分两髻，艾束着微冠。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刚才为大家朗读的是南宋诗人陆游的乙卯重五诗。这里的乙卯年呢是宋宁宗庆元元年，也就是1195年，被罢官的陆游回到家乡绍兴的农村隐居，身处草野，心在朝堂的他，也被端午这天的节日气氛所感染，暂时放下忧愤，融入到节日的欢快气氛当中。开头第一句明确交代了时间地点，一个好字，直抒胸臆，表达了作者的喜悦心情。五月一到，火红的石榴花像忽然冒出来似的，开遍了整个山村。而下面的两联呢，为我们详尽介绍了当时端午节的各种习俗。首先是吃粽子。南宋时的粽子和我们今天所见的不太一样，它两角尖尖，所以呢又称角黍。诗人头戴屈原流放时戴的那种高帽，上边插着艾蒿，以表达对这位爱国诗人的怀念。人们忙着按照老方子配药存药，把朱砂调成的药膏点在羸弱的身体上，希望一年呢能够平安无病。忙完这些所有的事，就已经是夕阳西斜了。这个时候呢，家人早已准备好一桌酒菜，全家人呢围坐桌前，其乐融融，将端午节的欢乐氛围推向高潮。在我们的印象里啊，陆游的形象是胸怀国家、忧国忧民的，诗风呢也是悲愤沉郁的。但是在这首诗中啊，他却通过闲适细腻的笔触，给我们展现了一幅热烈欢快、充满了浓郁生活气息的端阳农景图。
大美诗书画，笔墨中国风。在陆游的乙卯重五诗中啊，我们了解了南宋时的端午习俗。清代宫廷画家徐阳绘制的《端阳故事图册》也记录了很多清代的端午习俗，其中粽子作为端午节代表性的符号必然是榜上有名。粽子呢又叫做角黍，粽和早在春秋时期啊其实就已经出现了，到近代的时候呢正式成为端午节的食物。今天我们来欣赏一下其中的这幅裹角黍。这幅画呢设色清雅，描绘了三个妇女和三个孩子在院中包粽子的场景。背景的房子呢是白墙青瓦，碧草如茵，左侧的梧桐和右侧的竹子相映成趣。画面下方一位女子从地上拿取粽叶给旁边的孩子做示范，而画面中央的女子呢则是坐在条凳上，一边包着粽子，一边呢和对面的女子闲谈。在他们的身边两个孩子啊也是跃跃欲试。左边稍大一点的孩子呢捋着粽叶，右边的孩子显然还不够高，只能站在凳子上，估计呢也想体验一下包粽子的感觉吧。端午节延续数千年，其中不少习俗随着时间的流逝都已经消失了。除了裹角黍，这组端阳故事图册还记录了不少我们并不熟知的端午习俗。比如说这幅设粉团，就是把类似麻团的小吃啊切成小块放在盘子当中，用小弓箭射中的人呢就可以吃。还有这幅刺枭羹，枭就是猫头鹰，古代人认为啊猫头鹰是不忠不孝的象征，所以在这一天皇帝赏赐大臣吃枭羹有除绝邪恶的寓意。这幅名叫仰渠玉，渠玉呢就是八哥，它能够模仿人说话，据说端午期间呢是调教八哥的最佳时机，至于原因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此外还有采药草、悬爱人、祭彩丝、观静度四幅，不仅展示了清代宫廷过端午的情况，也描绘了平民百姓的端午闲趣。端午习俗中凝结的古人智慧是他们对于生活敏锐的感悟，也正是这份智慧得以让这些习俗经受住时间的考验，穿过历史的长廊流传到我们今天。